年关接近，华山基金会六个站为着好多基长辈，一旦感受国际气氛，甲知名餐厅合作，举办围炉活动，并带长辈做伙收影庆团圆，嘛希望社会大众多多领用爱心年菜，帮助弱势族群，伫寒天感受社会温暖。阿公阿嬷做伙收银啊，庆祝这团圆的日子。这是华山基金会六国站趁着冬节，和在地餐厅做伙举办的围炉活动，拄好拄着寒流，嘛好多家长辈会当食到小火火料理，场面是非常温馨。就我家入华山基金会到即满吼，啊，几十年有啊，无阮一个独居，要去吃，又搁唔知要吃啥货，唔去吃，又搁不倒腰。多谢恁吼，安尼互阮即个吼独居。温暖啊，那小快乐啊，就好，就好，多谢您。我们的理念就是要取之于社会，然后我们用之于社会，我们要回馈一下社会，所以就是特别跟华山基金会合作，那也让老人家能够怀抱一些温暖。那也非常谢谢顾神一直以来的支持，和阮在地一挂阿公阿嬷会当你过年的时阵呢，会当有一顿吼，就温暖哈，就小暖。我们今天也准备了暖乎乎的汤圆，跟长辈一起搓汤圆，重圆儿时的那时候的感觉。然后也希望长辈们除了围炉大家聚在一起之外，也能有儿时的那种回忆。这几年因为疫情关系，观看无尽踊跃。随着过年的日子越来越接近，华山基金会邀请民众做回来关怀弱势，唔来当加入领助行列，买当关注爱心年菜，共同为关怀弱势付出。其实疫情以来哈，我们的寒冬送暖的活动其实也受到很大的影响，特别是在今年哈这两年的不景气的状况下，其实我们华山基金会在这个年菜募集的部分哈有大幅度的缩水。以今年来讲哈，我们全台各乡镇都还大概有缺5000万元的一个缺额，那我们也很着急，希望能够在过年前能够把这一笔的款项能够募集到，然后让我们的长辈能够安安心心的一个过个好年。社会中为着变年后，华山基金会邀请民众多多发挥爱心协助，支持这爱心天使站有充分的物资和力量来照顾这些独居长辈。当我变老，请你爱我。记者齐炳玉，长报道。